我擦蜜。龙爷，好，现在呢要跟着我们的群众嘛，然后一起来挑战这边算他们的特产是什么？高农特产，皇冠三尖。对 ，OK， 那来尝试看看。来，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哈，这个是神壶 ，OK， 今天就是这样子。而且看到我们南部的好朋友，Weekly Fishing，Hello， 要，来迪亚出现了，啊，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郑红，然后。啊，这个嘉明这真不太适合叫介绍嘉明，对不对？意志力的嘉明的味道。就我们介绍一下，前面那一尊是哦，这是玄天上帝哦，玄天上帝。那左边那个，那我那个清水祖师，清水祖师哦。哦，中了，哦，珍珠石斑吗？不是，三尖。哦，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那就是我们说的孔雀炉。孔雀炉。对，所以那特别地方长大之后才会头会凸，这地方凸出来很漂亮。那一般就是身上有三条黑色的线，哦，黑色，尾巴会有一个点，哦，所以它叫做三尖。对，这只是小朋友而已。对，它可以大到60-70公分都有，这么大。对，国外 size 可以到80甚至1米，但台湾目前大概50公分左右比较多。哦，对，而且它很凶，刺很凶，没有牙齿，所以是可以手插进去，就是可以，但是它很滑，而且味道很腥，哦，所以不建议。那再把它放回去。台北有吗？它这个三尖是热带性的。哦，是台北对它来说太冷了。对，它只要一冷的话，水温低于10度以下，它会死掉。哦。三尖的味道怎么样？欸，其实不臭。哎，很臭，三尖的味道。那我们观众闻一下，闻一下，有什么味道？哦，啊，观众有什么想法的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什么味道。其实我现在闻到最臭的是那个臭肚，受不了。啊，臭肚的味道不一样，臭肚是死跳的味道不一样。老师是卷仔跳吗？是没有卷仔。啊，不是，我说是卷仔的跳法，还是那个轮椅的跳法？哦，卷仔的话是玩轻手，你要一直抽，但是这个东西你不用抽那么快，咚咚咚咚咚，哦，这样子，哦，咚，又咚，来个，哎，欸，又咬了，哦，原来抖就是，哦，原来，哦，中了，哇，哦，哦，哇，哇，给你一个 tempo， 行啊，哎，老师的 tempo 就是 tempo， 咚咚咚咚，对 ，OK，Thank you， 好魔鬼。阿红，大鱼爸，爸，耶，爸，爸，爸，飞信，爸，爸，爸 ，OK， 我们人生第一个图鉴。垃圾鱼吃到尾巴，我只是写勾而已。哇，扭，啊，你要摸摸看吗？你摸，你摸，硬的，哦，怎样？你摸，是怎样？哦，盔甲耶，对啊，好可怕哦！加菜，那味道好臭哦！摸到了。很不讨喜的鱼，味道好臭哦，好臭，真的是，要想要给说臭，老师有粪吃过的，有，不小心的，甚至都是刚好吸到，要抓他头部背部这边。可是我如果把小妞妞塞他嘴巴怎么？不会啊，他嘴巴你可以试试看，他嘴巴。
蛮不一样。再把它吸进去是不是？它有一排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它是摸上面就好，摸它嘴唇上面。啊，不要吓我。它上不是要看吗？哎、欸，好软哦！哎、欸，你要往上推，推进去。对，它有牙齿、哦、会挂。这就哦，这个就是牙，哦，这个就是牙齿哦。对对对对，它会挂、哦，会挂、欸。还好，哎、欸，还好。可以给它。你们做给它。拿过去啊！拿过去啊！可以。要这样抓住它背部。对，抓紧，对，抓紧。OK， 就这样子给他。我们可爱的垃圾鱼，垃圾鱼，但是好小、啊，跟台北比有点营养不良。垃圾鱼，垃圾鱼，这只垃圾鱼跟我们台北比好像比较小只哎。垃圾鱼，你跟他变好朋友是不是？你要不要亲亲他？阿大傻，不可，必须。哦，布雷狗，布雷狗，布雷狗，他们叫布雷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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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雷狗。哦 ，nice，nice。阿莫桑，阿莫桑 ，get。哦，阿莫桑 get。Dina，Dina，Dina，Dina。哦，笑哦。Nice。You like？啊，哎呀，放回家吧。好好笑哦，可爱的垃圾鱼。哟，好多鱼哦这边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跟北部一样不好，我觉得比较，我觉得可以再来玩了。我觉得很多鱼啊，他笑了，因为我一直都没中。不会，都是就是可能还不习惯而已，因为它的钓法其实跟北部还是有差异。他们讲南部腔。我们可能要去那个鱼拓这边的澄清店买一下，他们才会聊。太有趣了，希望有机会还是来高雄，歪高雄。OK， 拜。中间停顿怎么回事？有了有了，中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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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